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晚风听雨知天下。泸定桥铁索重达40多吨，300年前古人是如何架起来的？看完太佩服了。泸定桥它位于我国四川的泸定县大渡河，看到泸定桥时，大家都会想到红军们飞夺泸定桥的英勇画面。泸定桥是用铁链造成，但是敌人为了阻止英勇的红军前进，就将桥上的木板拆掉，只剩下几条光秃秃的铁链。但是英勇的红军战士并没有被这个问题打倒，而是冒着敌人的猛攻夺下泸定桥，他们用事迹我们永远不能忘怀。就了解泸定桥由13根铁链组成，全长103.67米，宽3米，每根铁链由862至997个铁环相扣而成，一共有12164个铁环，一共重达40多吨，13根铁链重达40多吨。在300年前，古人是如何架起来的呢？泸定桥在当时古人并没有先进的技术，而且要横渡大渡河还是一个难题。可是古人的智慧是无限的，古人想要一个所渡的方法，那就是在河的两边建起了两个大转盘，先用绳子将两个大转盘连起来，再将足够粗细的竹竿套在绳子上，然后转动大转盘带动绳子一点点的顺过去。就这样10000多个铁环就搭进了一座桥。在当时没有起重机没有吊车的时代，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。经过了300多年，泸定桥依旧完好无损，在智慧的背后还有这质量的保障。据说在当时政府修建泸定桥的时候下了一个命令，工匠必须在每个铁环上刻上自己的名字，因此出了问题的话头颅就不保了，自然不会含糊，所以也就有幸现在我们看到泸定桥的存在。看完真是太佩服了。好了。